险！别过危险！我今天有事了，走吧，你不洗脸呢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北京师范大学，我是汉语文化学院汉语国际教育的泰国留学生雷蕾，走吧，我带你们去逛逛我的校园，走。我后面的这座楼呢，就是我们学校的主楼，也是我们学校最重要的一座楼。汉语文化学院呢，有就在这上面了。你们，学为人师，行为示范，这就是我们学校的校训。北京师范大学呢，大家知道，就是培养教师的摇篮。我呢，长大也要成为一个好老师。长大以后长的，长大以后长的，长大以后长的。哎，上课时间到了，下回再说啊，拜拜。哎，这里的环境非常清幽，也非常的安静。我们呢很喜欢来这边看书。你看，这些都是在课外用休闲的时间来这边看书的。西门旁边的一个小吃街，平常呢我很喜欢来这边吃东西。你看，哇，卖的东西可多了，我带你们去看吧，走。哇，好香哦，这家的羊肉串哦，可真的很好吃。有些学生可能成为教师的噩梦，他们很多人不想上学，厌恶你所教的内容，并且对你施加给他们的惩罚感到愤愤不平。哦，做教师这么难呀，啊，这么容易，哎，烦烦烦烦烦。我相信希望。